三代，你进前，恁第二代还佫有南京政府哦，汪精卫哦，含日本主张含日本和谈的这汪精卫。到尾，咱拄只讲，咱这个先生哦，讲李宗仁这个，咱是接到三点五代，因为蒋介石已经退位啊吼。李宗仁走去美国，照你讲是算作流氓政府。啊，所以来台湾这个到底是代表什么政府，我到这么还袂研究清楚吼。但是就是做中华民国，不管你有介意也无介意，迄毋是咱的选择。虽然咱咧做咧叫孙文礼，台湾有派代表去中国参加会议，但是并无咱民众诶自由的意志伫恁内底，迄派去的代表，咱嘛毋知影到底这代表安怎产生的。所以无着遮侪困难点，大家学者专家真努力思考，有啥办法会当解围无？难道咱台湾永远就是保持安尼嘛？所以中立国这个运动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打拼。希望你无外过将来，这个台湾中立会当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。咱要甲台湾目前这种怪现象宣布，现在拢在宣布无对，真的宣布，但是假的民主。所以一直这段时间在咧讨论，什么是民主的民主改革，爱去做什么代志？你前总统伊嘛是咧思考这个代志，什么是民主的民主改革？会当卖互讲真的宣布，假的民主这种怪现象，继续消磨台湾有限的资源，把咱所有百姓拢总互两个色彩安尼分票哦。你不管你是讲含泪含血。不管含什么物件，你都无到尾，你无法投，你无投伊袂使。但是对规个台湾，咱要搁向前，搁去迈进的话，是一种阻碍。中立国这个运动，大家开心了了，由咱陈理事长这个开始发起。所以大家今日若摕到这本册，都去好好啊甲欣赏，心内会都产生希望。拄则来的时阵，真久无听到迄条《牛蟒上水》哦，过来当无笑。不管是以早在唱这条歌，带咱台湾变作历史第一次的政党轮替，尾也搁强历史轮替过，伊有做啥物业，希望咱上帝拢有当赦免伊。但是台湾人民袂使停留在即搭，咱要搁向前行。所以咱大家做伙选择改变，大步向前，为咱的子子孙孙，把台湾变作一个咱安心入眠的所在，安尼好无？感谢。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哇，多谢泰林兄吼。啊，我听讲伊要参选五月民进党的党主席呢，唔知真假假呢吼。我咧，咱特别来注意伊的迄个心态吼，伊到底是咧变真啊变假？再感谢各位，咱为了这个气氛较好，我来唱一首歌，好。